在听说四五十岁都有可能得失智。是啊，你知道吗？这失智症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开始记忆力退化以外，还有呢，他的理解的能力也变差，甚至呢，还会影响他的吞咽，影响他行走的能力。所以平常如果失智的，平常你的生活的这种什么你平常会做的，可能都会影响到。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示范的呢，是对失智有益的料理。第一呢，就是要做一道很特别，我也很爱吃的鸡茸翡翠茸汤。还有呢，要搭配好吃的鲜鱼，今天我们买到青衣哦。再来呢，吃完饭之后来一个健康茶饮，黄姜香茅茶。哇，今天所有的料理都有益失智症的。Yes。OK， 所以呢，你只要抓个几个原则。OK， 比如今天要教的翡翠茸汤哈，就是你每天都要有青绿色的菜，深绿色的菜，深绿色的菜。OK， 然后再来呢，一个礼拜可以吃两三次的鱼，因为鱼有丰富的 omega 3。OK， 然后再来，有时要懂得用一些有消炎的一些香料，香料，像香茅啦、黄姜啊，都很棒，所以很简单。OK， 好，我们先来做这道汤。好 ，OK， 好。那这个呢，尤其地瓜叶，买的时候就要买对，所以你买的时候呢，要有梗。OK， 那有梗呢，回来给它新伤口，剪多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中间的 stem 是很老的。OK， 那你这样就有新伤口啦。它泡在水里面换三次水，然后这个叶子很蓬很挺啊，这样子你才可以哈、做少油的这道菜。好，那这个汤呢，我们今天其实呢，失智症不只是要吃菜而已哦，你要吃肉哦，优质的肉哦。OK， 那我们今天选这个部位哈、是小里脊啊，它没有油，可是它有筋，有一些筋，所以我们如果要做适合老人吃的东西哈，你只要把它刮下来，顺着它的纹路这样刮，你才会最后哈都没有筋，都只是肉而已。OK， 好，所以你看哦，刮到这个全部瘦肉不见，就是剩这个筋。那这个呢是剁不断的哈，它很韧。OK， 好，那我们就把鸡茸剁一剁，就是把它轻轻这样剁。OK， 那我们可以调一点盐巴，一点胡椒哈，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汤呢，其实它有鸡高汤的一个营养哈，那鸡高汤本身都蛮鲜的，所以你看它这样就很有粘性哦。OK， OK， 这边哈加一点点蛋白，然后呢，我这边加一点点鸡高汤。OK， 所以你看哦，你把这个汤跟这个蛋白打进去呢，它就是变成好像搅到这样子，完全很泥很泥的一个哈，所以要做鸡茸一定要这样，不能说这一坨那一坨，做起来就变肉丸。OK， 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菜呢用什么炒？用蒜头猪油。那我们就把油加进来，它马上变很漂亮的金黄色，因为猪油是耐高温的。其实这样够了，好，你把它散开。好，那这个菜叶类哈，要一点点梗就好了，我主要是要吃它的叶绿素。好， OK， 然后呢你这样放梗在底下。 OK，这样子炒菜呢，它就不用很多油，因为你的上面的叶子是乱的，你这样子洗得很松散，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用中火半分钟。好，时间到，来，哦，你看它这样子就是在逼那个菜炒青，炒青菜的炒青。然后呢，我们就要烫一大匙半的汤就好了，给它盖起来，再给它十五秒就好了。OK， good， 这样子。你看马上塌下去，对不对？哇， beautiful。 OK， 好， good。 然后马上进到，然后我们加一杯的鸡高汤给它 blend， 快速。好，那我们这边呢有一杯的，另外一杯的鸡高汤，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 blend 好的来，你也不用勾芡，它有点像浓汤。 OK， 好，你看哦，我们汤滚，然后再把打好的这个地瓜叶的泥哦放进来，你看没有过熟，所以它很美。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什么？把鸡茸还有蛋黄要把它打在我们的蛋里面，你的汤一定要滚哦。好，那我们这个鸡茸啊，给老人家要比较碎一点，然后呢它在这边，那你刮下来它会比较稀，然后就放下去赶快搅拌。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蛋打进来，
把它倒出来。哇哦，好有那个香气。然后你看这个鸡茸，有没有？细细的。对。我觉得这个给长辈用喝的，他就觉得很舒服。他这样温温的喝呢，就好像一个温润的软汤一样。所以呢，记得要给长辈每天都要吃青菜，每天都要吃青菜，才不会提早失智。OK， 今天教的都最简单的，是就是除了青菜，今天把它弄成一个汤，那再来就是鱼。OK， 如果你要吃鱼哦，其实经常吃不同鱼，像比如这个青衣。它不大，大概350 gram， 可是你看你买的时候通常啊，它就是很 fresh， 它的头都会这样很有黏液，身体很有黏液，然后你煎了以后你吃这个头里面也会吃到胶质。 OK， 好，所以最简单的煮法就是清煎，我们加一点葱姜蒜酒汁，尤其在肚子里面。 OK， 好，然后呢最重要就是盐巴。好，可以了。那我们就是黑猪的猪油哈，因为这个鱼如果没有本身没有油的话，你用一点猪油来煎它 ，OK。然后呢，其实你可以切一点点姜片，给它这样在里面。对，然后这边呢不裹粉，可是很重要，你要擦得够干。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喽。哦，这个姜把它翻一下。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姜有没有放在鱼肚里面 ？OK， 好，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呢，把它放进去喽。要不要划刀哦？你划刀甜分会比较差哦，它的原味、它的汁比较会流掉。那我们就开中火，3分钟。OK， 我们先来看一下鱼哦。耶耶，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子，你看，青衣啊，青色的皮煎起来那么金黄色 ，OK， 有没有？很美。好，来一点胡椒，这样就好。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好，这个皮没什么油，我看一下哦。这样子把它这样夹过来，啊，有些时候撒一点蒜酥，给它放在旁边，等一下可以这样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哦。我刚才说这个胶质就在这个嘴巴、这嘴唇这边。嗯。啊，你看这个很多胶质。这个嘴唇这边的下面就很多胶质。哇，对，你看，你看有没有？这边是酥的，里面是吃滑口的胶质啊。所以光这样子清煎鱼，你觉得难吗？我觉得太简单的。好，我们来看。这一鱼数吃。这个茶哈很简单哈。好，我们今天啊，就是刚好买到那个新鲜的这个黄姜，我们把它敲一下。好，它有点生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哈有点热度的锅给它烤 ，OK， 把它的一种生味逼掉，然后再来呢，香茅也是对四肢的有益的哈 ，OK， 这个也要烤过，把它敲一敲，给它哈一起跟这个姜烤过，然后呢，我们就呛，你这样子，你的这个姜，你看马上姜黄出来了，对对对。OK， 你让给它炖10分钟，这个茶现在已经10分钟后呢，你就把这个叶子哈，把它折破，嗯嗯 ，OK， 把它加进去呢，它会让你的茶很美的，不要太浓的味道哈，你就煮好了再加热水 ，OK。我觉得这个新鲜的黄姜经过干煸，然后冲出来的那个香气啊，比这个一般外面的黄姜粉好，当然。超棒的，所以今天呢，其实四字症的料理啊，够简单吗？你看哦，鱼吃不同的鱼，一个礼拜吃2-3次，然后饮料你这样子弄出来无糖，睡觉前或者吃完饭每一餐吃完饭啊，嗯，哇，真的会上去，然后呢，黄椒茶，对，然后再来一个汤，对，这个鸡茸翡翠浓汤 ，That's right。预防失智症是现在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哦。那在营养的部分和饮食的部分，我们非常建议就是地中海的饮食。
地中海的饮食最主要就是说它的蛋白质的部分会以白肉和鱼肉为一个主要的主轴那白肉的部分呢，就像我们今天 Casey 老师就是使用的基里鸡鸡肉呢，它就是非常的瘦那尤其是这个基里鸡呢，它的这个瘦度又是这个整个鸡肉里头最瘦的一个部分，然后蛋白质含量相对就会怎么样，是最高的那再来，我们今天老师也用了这个鱼，那鱼里头有所谓的 EPA 和 DHA， 能够降低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这两个建议我们的这个饮食当中每一天呢都可以以这个为主轴。那至于像红肉，在地中海饮食里头大概就是一周就是一次，最多就是两次，应该就是说一次的次就是一餐到两餐的一个摄取量那另外在食材的部分，姜黄其实目前对于这个失智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多的研究的一个新兴食材它虽然是一个老的食物，但是呢它在研究议题上非常的夯，它可以对于这个失智症上的这个贝塔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的失智症会觉得这个血管上可能会有一个周状的一个状态那它可以让这个怎么姜黄可以让这个状态怎么样慢慢的分解但是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很困惑，就说姜黄这么好要怎么吃，对不对？所以今天 Casey 老师告诉我们说，姜黄原来还可以就是搭配香茅煮来喝所以其实我们的饮食上的这个搭配当中，除了这个餐点的搭配，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失智症的方法。所以今天 Casey 老师这个预防失智症的料理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